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会员 Plus 版等更多精彩内容。密室大逃脱第4季会员节目火热上线，你的好友淘淘将带你打卡包含海量未播片段的密逃解读区，了解玩家逃脱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密逃解读区，哇塞，好凉！恭喜全黑喽！若云哥没声音了。哎，若云哥呢？不是我，我现在跑最后一个了。哇塞，越来越冷了。哇，嗨！到了吗？估计到了，我感觉到了。请回答8+10如何在计算正确的情况下等于6。哇，这个题好可怕呀。天一，能再说一遍题目吗？再说一遍题目。哥，题目再说一遍呗。下班了。他不能一上来玩这么认真吧。一上来应该是个幽默的题啊。8+108+10在正确的情况下，8+10在计算正确的时候，重复一天这句话。对，8+10在正确的时候等于6。86。哎哎，不对不对，哎哎，不对不对，哎呦，吓我一跳！我知道，8+10在24小时时制里边等于6点。哦，对，对。十八点，对，聪明，对，看你们了，回答正确，哇，可以摘眼罩了吗？请摘下眼罩。对啊，哎呦，没事，哇，这么快吗？这么快就开始？哎呦喂呀！咋要出来了是吗？是不是要先找灯啊？没事，是不是声控的呀？越吵越。声控。这吓一跳。可以过去了，周姐去看一眼。哦，洗衣房啊。哦，你是绕一圈到那边去了。咱俩看这个，只有这一个亮的，来走看吧。这么棍儿是什么东西？搓衣板。哎呀！退！嘿！退！退！还没时间呢，不要，退不了，退不了。不是，把这洗衣机打开吧，是不是？是要打开吗？有。有一纸条，这儿呢，招生简章。天使学院是由著名儿童教育专家天使学院是由著名儿童教育专家陶英才创办的。联系电话是12345。然后我们现在要干嘛呢？关键是，那是门，然后墙上有那个图案。我们不应先把灯打开不？这上面是什么？上面数字。12345678910，我们得先看清楚题。后面什么东西能拿出来吗？上面写的是啥吗？又来了。闪，蹦迪了，开始。我霸武器，退。你真搞笑。放。哎呦，又来了。哎，怎么还有恐龙的事啊？哎，是吧？恐龙的事。哦，你哎，那是不是藏只猪啊？就感觉是那猪那个，是不是洗衣机里还能有东西啊？周姐真胆大。周姐，你可以。没东西了呀？哎，没有，我都拿了。这有个东西，这个。这个应该是，哎，这东西还真的，哇，哎，你是个钥匙吗？哇，真的是，这应该是个插头，这是对的，你看这还没开呢，说明这东西可能新运来的，不知道，你干嘛用的？其实，
要不你拿着吧，你发现周姐，你拿着这个，拿着拿着拿着，这闪着真的难受，是不是？山东的眼神，紧闭，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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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原因只能过来出来，因为今天有个问题啊，以前我不站第一个，你明白吗？以前呀、啊，反正我以前都在周站第三个，因为之前都一帮人瞎叫，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也没那么害怕。你们是谁啊？我们是来侦探，是不是？我们是侦探，我们是侦探社，对。我们是刚转学来的。哦，对对对对对，他信吗？你是小安吗？小安。我叫晶晶，晶晶，晶晶啊，你会计较吗？哦，刚才一闪一闪，像现在亮晶晶了啊、哦，这是整个过程的。哎，走廊有动静。晶晶，你那个洗衣机里边还有味吗？我们要进去躲一躲。谁在里面啊？我只有我一个人呐。这里只能带一个啊！算了，先看看看看发生什么了。我不知道，我先闭眼。明明听到有人说话，出来！谁找不到你呢？脾气这么不好。那你能不能把手电留下？对。哇！哎呦，亮了！亮了！在里边跟看电影似的。啊，我还说那他走的时候可以把手电留下吗？哎呀，我也不想，就亮了。哎，这上面写的有字儿，本机为高速空袭体积，一次加二十毫升，一次性添加二十毫升洗衣液。哎呀，他就要拿这个分。对，这一个是四十，一个是110嘛。110，直接把110倒满。先把110倒满。直接把110倒满。要求我们取20毫升嘛，然后给了我们两个容器，一个是40毫升，一个是110毫升嘛。我们把40看一半肯定是不准的嘛，所以就想办法通过这两个数字之间的来回加减和倒来得出我们怎么能得到一个准确的20这样的办法。好，那就剩下就20对吧？就剩下就20了，没问题，可以了，赢了。请勿添加正确。开始洗吧。开始呼麦了。他真洗啊！哎呦，哎呦！过过这过年放炮呢，这应该可以了吧？没有，在里面换吧。他肯定是在换，他应该这边连着。对，哦，有一个人在那儿，在这儿，在这儿。哎呀呀呀呀！生气了，我还烘干呢。大哥换了点衣服，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听到有人说，可以。哦，你看看，你看，别给开了，哎哎。哎，假人不假脸，
扎针不扎心啊，来来来，嗯，来来来，洗得好干净啊，这个衣服好神奇啊。哦，走。亮的亮的，朋友们。哦，很亮，朋友们，不要害怕。请对屏幕说5位数字语音密码，是不是就是那边？对应那边数字嘛？就有几屏吧？对啊。3553 3553 3553。啊？没有那么简单。还是说图形啊？咱们看见一个这个图形，能想一个什么字儿？这是一个三。3533不对吗？3553。你再对着试一下2553。25533。这不会是这样子的吧？你们玩过那个连连看吗？就碰到一块的相同颜色消掉了。这个消掉了，那就黄，就零。哦，还真是。这个就消掉了，那橘子只有三，橙色有三个啊、然后这个消掉了，葡萄三，葡萄有一个，青椰三瓶嘛，13303303。对了。哎，连连看也不对吗？连连看也不对。嗯，这个颜色完全没有跟别的相连。我们也试了很多种可能，它有可能代表说这个颜色有几瓶，有可能代表这个颜色有几面，有可能代表这个颜色的形状，然后最后就穷举到了说它有几面跟别的相接了。葡萄都连接三个。苹果都是连接两个，橙子这都是只连接一个，然后蓝色的是零，四，3214040，对了，肯定对了。最后就是通过几些错误的尝试找到的一个还没尝试过规律，就是它们之间的连接规律，就是每一个多面体跟其他多面体有几面相连。然后尝试的正确了。你们不看一下每个人的备注吗？来，女的，潘雨琦拽毛，哎，吹口哨。我要看你的。长发，周姐长发，周姐长发，长头发周姐很好看。这给我按了个蘑菇上。不看你的。夹子音啊，我是。下面开始行为特征识别。行为特别认证，您得拿着自己那个。我穿衬衣从来不系。我这都该挤到哪儿去了？这个太性感了。来吧。认证通过。认证通过。认证通过。还得裂开扣子。我来。我这个感觉挺简单的。这扭腰。好厉害，音乐没停呢。我怎么一个？一块 freaking。我待会儿模仿这个是吧？我这个好累啊，闭干净了。哈哈，这个最累，哈哈，这识别。腰疼。下一位，我来。
夹子音讲一段冷笑话，用夹子音讲。那个浩然哥哥和若云哥哥，他两个就那个见到了之后，他们特别开心，就每天约着要碰头。第一天呢，约在了那个密室里面碰头，第二天约在了海边碰头，第三天呢约在了商场里碰头。结果，第四天他们都进医院了，就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碰头，一直碰头，头碰破了，头碰破了，哇！周姐，你得长发哦，你那上面照片可是长发。我转下我就剪了，头发没关系，我那里边还有个平头。你离开您了，到我了。你要音痴啊？你要是是是，但你音很高，嗯，但你。没有说音很高，就是五音不高。热爱唱歌，热爱唱歌就从音高音很高，因为你一个音都不能开，就是夹着音唱歌，还五音还五音五音不全，太好了。夹着音唱歌是吧？啊，夹着音唱歌。啦啦啦！哈哈哈哈哈！我是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脚还得这样，对。什么词？一边跑一边叫，今天你觉得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一分才闷，什么一满才满，才满两分报是吧？我不知道。一个铜板就卖两分报。哦，就是那个。一个铜板就卖两分。哎，一个铜板，请你给我一张卡。你是在唱戏。一个门识别出这首歌为卖报歌，因为就是识别出来，因为他唱得好，就是他一定是要让他识别不出来，就是他唱的歌识别不出来。哇塞，都那样了，我还唱得好啊？比如你用忐忑再唱一遍卖报歌就行了。啊哈哈呀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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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卖报的好。其实乱唱也可以。可以啊，就天不怕地不怕。这是葫芦娃，你就乱唱，连唱都行。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还是在调上了啊？还是这样吗？可以换一首啊。啊，比如两只老虎，那个最好记。一直没有眼睛。来来来来来。一直没有眼睛，一直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认证通过。哎，好了，来！周笔畅今天唱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又唱不准，我觉得挺逗的。然后就一块儿表演才艺，那挺好玩的。待会儿要把刚才所有全套来一遍。对，可以。你模仿一个人行，你讲个冷笑话就行。其实，这确实可以模仿所有人，对不对？你就模仿所有人。吃象鱼，认证通过。好，认证通过，再见。OK， 我们都是有学校校园卡的人。以后就是学校的卡。耶、yeah, ，有卡了。走吧，哈哈，柴柴。走走走走走，二班的同学们，正正正，在在在。三年二班。哎呀，啊，刷卡可以。哇，有人里边还坐人呢，这么吓人吗？我们是新转来的。同学们好。我在教室里边对 NPC 的那个状态感到特别不适，一些不该是那样的呆滞的状态的年轻人。他关门了，上课。上课。老师好。同学们好，请坐。都是男中音，坐这么快。今天班上来了六名新同学，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他们表面上好像对这个欢迎特别服从命令，然后欢迎啊笑就是很卖力的笑，但是你在他们眼中看不到一点真正的开心，所以整个环境让人特别不适。
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所有人都被洗脑了，或者是被药物或者什么东西控制的，因为所有人都是一个过度服从的一个状态。为了欢迎六位新同学，我们来玩一个情境推理游戏。好，来。姐姐又在陪妹妹玩捉迷藏，妹妹开心的数数，一二三四五。从此以后，姐姐再也没有陪妹妹玩过游戏。请问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可能是因为妹妹只会数到五，所以说妹妹一直没有数六，然后姐姐就一直躲，然后就死了，不能说那个字。哎呦喂呀！这谁下来了？是小安吗？还是皮，他摔下来的。他是姓甄的，应该是。晶晶。对。现在何老师该来了吧？直接撤了，兄弟们。需要拿点什么趁手的武器啥的。趁手的武器要打针。我觉得这玩意儿挺趁手的。我这也太狠了，你可以。啊！这是阅读室，我们要去这儿吗？是要去这儿啊。小秘密，小秘密。爸爸，爸爸，爸爸。藕怎样吃最美？吃藕虫。哦，对对，不可能。恶魔鳄鱼。哦，是不是要分类啊？我们要找的应该是交换日记。对。找到了，在这儿。皮皮，我把我们的交换日记藏在这个房间里了，用最短的线路走出书架上我标记出的那个迷宫就能找到它了，看好你哦。用最短的线路走迷宫。对。啊，明白了，从这儿进。Look at the， 然后从这儿走是吧 ？Letter letters on the else， 这个应该是拐角的某个角落的意思。角落的意思。那有没有可能是看？你看 ，J 这种就是一个拐角，这个 E 这个也是一个拐角。哦，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你看，这是一个那个标志吧 ？E N 是一个。J 是 Y。不玩了。Enjoy。张哥跟浩然哥他们俩就是。解谜非常有思路，然后非常快，然后玩得非常的厉害。Enjoy， 然后拼一下就好了。三斗九。哦，三点九。对，3.9。象限。3-9象限。哇塞。刚那个三，然后九，那个其实明显是一个象限的一个坐标嘛，坐标上会有箭头，就想起来那个，然后就看了一眼，果然在横向的上也有一个箭头，对，所以就反应过来，应该是用在地上那个格子上，不是用在墙上。这是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题不好解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题特别复杂。它是多层谜题，我记得第一个题面是走迷宫嘛，走迷宫还相对比较简单，然后从走迷宫变成找字母，然后再拐角到那个地方就是有一点，最后找到那几本书的时候涉及到了那个象限嘛，就是通常来说你就是每解开一部分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说哦我们就过关了这样的感觉，但是它还有下一个，它是一个多重谜题。当然了。周姐，你要保护我，周姐。周姐是稳的。周姐非常稳。因为
初中高中过六年集体生活，然后当时一整栋宿舍楼，然后就是女生在一楼啊，一楼二楼啊，男生在三楼四楼啊，可能一个宿舍楼里边就晚上基本上就各个专业各个年级的学男生大家都住在一起，然后就那种集体的澡堂，集体的那种洗手池啊什么的。对，我觉得那段生活是我近些年来我觉得算是最宝贵一段回忆，因为从学校毕业之后也就没有过过像那样的集体生活了。你能送我们过去女生宿舍吗？送你去爱千里之外。有女生宿舍吗？可能没有，可能就大家都快走。今天还有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上学的时候吧，那个以前我一位老师我特别厉害，那以前我们老师一来我一听那个高跟那个他那个半高不高那高跟鞋嘎啦一弄，我们全班都哆嗦。然后所以说今天老师那啪那打的时候，那个确实会让我觉得想起来以前的那件事儿啊。去学校学习时背完课才能睡午觉。要命啊！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东西，不好意思啊，看到都想要动一下。我觉得窗户一会儿能跳进来东西吧。这边窗户吗？没开。但很方便看。这里的哪一切不方便看？然后下面也可以方便进来东西。这镜子有什么吗？没有吧。随时准备。它就是普通镜子啊，它后面也没东西啊。但镜子这儿放了一个狗。我以为镜子，哎，他们好努力的在这闭着眼听我们废话，然后等着耳机里的声音。他没戴耳机，他戴了耳机。他没戴吗？那说明他等会儿要弹起来。对。你们都被我们猜到了。坐在明月台，需穿过铁道，又多了心。我说到爸爸，你走吧。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爸爸是一个胖子，他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你，怕别人看见你。哎呀！一点是难，恨一难。小静但愁云鬓改，夜莺莺绝。余光寒，夜吟。夜吟，夜里吟。应该觉得是月光寒，夜里叫唤肯定是觉得月光寒了。相见时难恨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小径但愁无鬓云鬓改。哎呦，这爸，果然是，你看，就是您啊。一会儿听有没有尖叫就行。肯定有。超吓人啊！告诉我，我估计若银哥背的，过当走到那儿全忘了。对，而且最终肯定查的不是这个。啊！叫唤呢，叫唤。啊！你我那边叫的好狠，啊！哪里？哪里？别吓我！哪里？你干嘛？你带我去考试的点吧，我错了。
你好，咱们击个掌吧。那个是学习室，啊，那个也可吓人了。中间还有一个 NPC 想要追我，然后我一看也是同学，然后我当时就给他认错了。我说同学，咱们作为一个好朋友，你带我过去吧。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理我。我说爸爸，你走吧，你走吧，你太胖了。嗯。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等着，不要走动。我买几个橘子。那我把这个记下来。好。我说爸爸你走吧，爸爸说嗯行，嗯好嘞好嘞，爸爸往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背一个背影的新版，你说到爸爸你走吧，爸爸说哎行，对爸爸说行行，再见儿子。我说到爸爸 你是个胖子，他往车外看了看说，然后拿了吃了四个橘子。我说爸爸你走吧，你是个胖子，你在这待着吧，对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给我留点钱就行了，我的泪马上就掉下来，因为爸爸一分钱没给我留。我再往方向看时，爸爸已经是个瘦子了，爸爸减肥了。咋了？吓一半死。还到走到那还记得吗？哎呀，还是要有这种单独的单线，我觉得会比较好玩一点。就包括可以每个人都去那边，去那边背那个东西的时候，对，我觉得这个才会让大家参与感更强一点。往前走吗？进去。我之前也玩密室，但是我就属于那种我会被那种生理性的吓到，比如说某人跳下来什么我会吓到，但是比如说像有人扮鬼啊，或者不是有人扮怪物啊什么的，因为我会脑子里边就会想到说 OK 他就是个人，所以说我就反而没那么容易害怕。对，春蚕到死丝方尽，当生生是那时干。嗯，小心但愁云鬓云鬓改。哎，他怎么没有想歌啊？他想了，他已经走过去了是吗？对，他已经走过去了，他走太快了。我就是、刘昊然肯定给老师吓坏了，倍儿倍儿愁。风萧萧兮易水寒。嗯，我饮酒点孤灯，我饮烈酒点孤灯，几人醉有几人分。我饮烈酒点孤灯，醉人醉有几人疯，你走后我心灰飞。怎么背这种背这么快？这么快啊？回来了。哦，结束了。老师吓坏了吧？全背下来了，对不对？没有，他抽查，他抽的也是诗。诗好背啊。小径但愁云鬓改。夜莺，夜莺。大老师，你信我，到你那你就变背影了。背影啊？那我一句没背的背影，爸爸你走吧，我跟爸爸说我不是你儿子。那你这绝对背影了。哎，我能不能穿小安的衣服？小安衣服里是不是有啥东西？有没有？没有，他就是个睡衣。好性感，好喜欢啊！但是有他的字，好喜欢啊。My turn， 加油。送你出去。这灯会灭吗？灯不会啊，灯怎么会灭呢？真的不会灭。哎，我就知道肯定是关灯没有用。在哪儿啊？录制结束。要不你带个路吧，小姐姐好不好？好不好？来来来，你带个路，我们以前都不知道 NPC 可以用来捉。
以后知道掌握了这个技能了。怎么走？来，拉着你。你们房间里的保姆看见你们有什么？怎么这么久了？你知道我干了什么吗？你知道我干了什么吗？我抓住了 NPC。然后呢？ NPC 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说：“就你了，你别走了。”然后呢？让他把我带到下一个地方去。啊！哎，那见鬼的那时候有新的音乐吗？因为又响了的。我没印象。小静但别鬓，云鬓难，云鬓白，云鬓改。背完了吗？没背，背不下来，然后就让我背那个正能量口诀。那正能量口诀是什么呀？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天天向上，我不是废物，我要做最棒。这是你本身就会是吗？对，刚刚我背的。嘴角向下，我是废物。哦。那那个正能量口诀你还记得吗？记得。嘴巴向下会迷失方向，嘴巴向上天天向上，我不是废物，我要做第一，我要做最棒。最后一个压力太大了。这种东西再不害怕，一人去也害怕，怎么都害怕。最后一个应该最猛。不用，可能就你们都过了，我是送着就不用去了。亮了。到我了。跑得快管用吗？没有用。我紧张了。哎，就这边直走是吧？啊啦啦！嗨，你们好。嗨，那一趴的刺激就是在于单人要走很长的路，它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微妙，你老觉得是不是待会儿还有什么事会发生，就是那种心里的那种折磨，所以它总是在一个非常忐忑的心情中度过所有的环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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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尖叫什么？是他老师没有？没事。他被我们营造的太吓人了，氛围得先营造好。走，回学习室里，快走，往前走。哇哇！好，你好。那个小安的衣服。喂，说实话，我平时玩密室的时候都不太敢走单线的，然后但今天。觉得自己好像还行，或者是我表现的没有到那么害怕。请在椅子上坐好。请有感情的背诵背影选段。一句没背啊！等会儿啊，我跟爸爸说，爸爸你走吧。爸爸往车外看了看，说：“你是谁啊？”不是，爸爸往车上说：“我去买几个橘子。”我准备了很长时间的那首诗，结果他考的是背影，因为我预测他应该不会考背影，因为我觉得背影好像比我那个难。然后，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些好同学们应该去考的是背影，结果我背了半天，那个"春蚕到死丝方尽"，然后结果没考我那个啊。